香辣美容蹄儿。来了，朋友们，看到这儿了，是不是有点馋了？这猪蹄不管是下饭喝酒，都是必备神器，香辣软糯，肥而不腻啊！在家招待朋友，在饭店宴请贵宾，都是非常有面。想学的朋友们，您来着了，今天我教你怎么做。把猪蹄啊用火去毛，清理干净。把猪蹄一劈两半，但是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把切好的猪蹄冷水下锅，加葱姜花雕酒。去除腥气味，开锅煮15分钟之后捞出，千万不要冲水。锅内加少许底油，加几粒冰糖炒糖色，糖色炒制成枣红色，加入半勺红油豆瓣酱炒出香味，倒入猪蹄儿，加葱姜八角白芷香叶，再来点小米辣，大火翻炒上色，煸出香味。加一勺黄酒，加温水没过猪蹄儿，来一勺腐乳汁增香提色，开锅转入高压锅中，开锅上气压30分钟，压熟另起锅，剪出葱姜，加盐味鸡精进行调味，小火收至汤汁浓稠，出锅摆盘，另起锅烧油，将麻椒粒辣椒段炸香，淋入猪蹄上，飘香四溢。好久没热门了，朋友们，您学会了这道菜，帮我点点红心吧，谢谢了。